真的假的？好巨大，好大，专用的地方，好大啊！之前看到那么大的时候，还是空轨的时候，那时候才没有 3D 模组哎，都是 Q 版的，这气势完全就不一样啊，帅！没收成为皇家的船。厉害厉害，你说这船的名字很难念，真假我完全没有想要念的意思。塔塔古爱好塔塔古，噔噔噔噔，塔塔古。你看这边还特别的隔线，进来还要读取一下才可以看清楚塔塔古。这是谁啊？亚历山，你是你，米娜。远方，他就感受到我来了，有没有？哦，お前さんは，好久不见啦，爷爷。いや、見違えたぞ。もう一年半ぶりになるのか。まあ、散々雑誌などで顔は見ていたんじゃが。えらくたくましくなったというか、こりゃアリサが浮かれるのも。おじい様。噔噔。その通り。鬼娘に追い落とされたラインポルトの前会長というわけじゃ。ま。お前さんたちにとってはシュミットの腐れ縁と言った方がしっくりくるかの。同类的人。おお。しかし新七組じゃったか。2年前の七組に負けず劣らず。可愛い子ちゃんばっかりじゃの。ピンク髪の子はナイスバーデーじゃし、金髪の子はお人形さんみたいじゃし、ミント髪の子はまた小悪魔チックでいいの。おじいさま。还是要自我介绍。处理什么事呢？检查保全，小型的监视摄影机，哇！是拜托啦。哇，又没有办法说出来了。哦，非常熟悉的声音，皇室专用舰，卡雷贾斯。不不，哟！上一波。Ciao。新七組の諸君。马上打破气氛。
先日ぶりか。これも女神の導きだろう。光之进将戴那个帽子，不论何时看都觉得八七八七的感觉。Ciao， 大家好 ，Ciao。啊，没配音呢 ，QQ。很久没搭啦。帝国中部领空，不明的飞行舰队。这几个国家上面有不明的飞行舰队，不是直接打下来吗？太可以了，飘！交给我们，飘！下来掉在居民上不行啊，不是啊，你这个 航空权啊，你以现实国际也是一样啊，你不明的飞机在进入领空之前就会已经开始告诉他你已经越界要求回应，如果你没有好好回应的话就直接打下来了，对啊。昨天过得如何呢？年轻真好啊！热情的拥抱呢？卷花心，亚历扎顿，没怎么进展也是无可奈何的。亚历莎想要有进展啊！亚历莎，现在就可以，我来了，亚历莎。QQ。Ciao。明天重逢，呵呵呵。很大牌欸，想跟他聊个天不行？那光之进将怎样？古文也是，啊，要从这里。不能从背后。不易被雷达侦测到的逆踪机能，哇！巡逻并捕获最有效的方式。对啊，这一定要捕获啊！有啊，这边有讲，它是因为有那个反侦察器，对，所以才变得是用看到的才要去弄。这种一定要要去处理啊！你看你不处理，那还得了？真的，他直接轰炸你这个国家都有可能。好，那我们最后还有就是西班亚历莎，公认的一对，任谁看都觉得两人气氛亲密，却好像没有真的在交往。虽然我们已玩过三鬼
恶的状况来说，莉恩其实想跟谁交往都可以了，应该都有那个了，对不对？到这里就变成模糊带过了，模糊带过了。好，需要看一下什么情报，应该都有看到了吧？看一下啊，现在是机场啊，对，公认的一队，再来就要去理工了。好，应该还 OK 啊，还可以去理工。前往Go Go， 没问题。帝都的地下道可以之后再来打，所以这完全没事。哦，会不会出事？感觉他们就会出事。叮，他是黄色小胖呀，今行く，还可以用这算什么法术，让人家看不出来他。黄色小胖，他现在要变大魔王了。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カレルリ級行き特別列車が発車します。Go go， 不管他，我们继续我们的旅途。那种不晓得是别人看他有没有长这样，还是他把自己改成那样的形态，这两者对不对？不一样，嗯，应该算是一种幻术啦，嗯。装炸药在船上，看他想要的是什么啦。还有瀑布，真的超漂亮的，欸。没错啊，热情的抱住他，含泪并面红耳赤。嗯，我并没有说谎。黑兔真的很会。家都能来，拍照拍照。不错，随时要离开也都可以。那就离开吧，拜。那真的就可以走了。不过这外面应该就是之前一样的地方，对对对。之前有想要进来，就说还不行。B 卷消失吧，没有啊，但 B 卷消失其实是要大家
享受这个美好，对不对？魚影軍探知しました。有时候无声胜有声，好像有一点点流水的声音呐、啊，那种感觉。哦，大鱼，大鱼！看这样子钓鱼的，哇，超级有 view。拍照，拍照，拍照。